小朋友聚精会神看着白胖蚕茧，大草做成的沙子轻轻转两圈就找到蚕丝头，抽丝剥茧原来是这么来的。2、4、5，动快一点，转动骚丝纹，好几颗蚕茧的细丝慢慢并成一条线，简单工具展现老祖先的智慧。而要做出一件蚕丝被，耗费的蚕茧数量超乎想象。那我们像我们一床被子3公斤哈，1公斤就要4000只蚕宝宝哦。为了不破坏蚕丝组织，一层一层全得靠手工拉开撑平。今年市场充斥黑心商品，意外的为台湾本土的工厂带来新商机。所以你们有客人是怎样专程来这边做的蛋？他说我要买三床，我们就3班人马下去。现做给他。老板娘王慧珍骄傲地说着，自家蚕丝被连王永庆也爱用，软软绵绵的触感让小朋友忍不住蜂拥而上。传统产业坚持老式工法，希望在现代生活中保留一点天然的触感，真实的温暖。天气变凉了，田屎变凉了，田屎变凉了，对，田屎变凉了，田屎变凉了。田子边柳哎。